湖南卫视快乐大本营20周年全新企划即将于5月20日起每周六晚20:20播出。本周精彩环节欢乐开篇，快乐家族的5位成员将迎来鹿晗、马思纯、古力娜扎、张若昀、杨迪、陈数、曾舜晞的到访，众人兵分两路展开同台对决。其中领衔让让团的鹿晗刚一登场便遭遇对方阵营连番围攻，不让团团长杨迪更是全程不放过，屡次隔空放箭，令鹿晗扎心不断，无语凝噎。作为快本20周年的首期嘉宾，包括鹿晗、马思纯、张若昀等在内的7位前来打头阵的来客，可谓是带来笑料不断。而在一片欢声中，尤为突出的便是让让团团长杨迪与成员马思纯对不让团队员鹿晗的连番狂怼。据悉节目里鹿晗因自带的无辜无害气场成为了对方阵营一致集火的对象，先是被杨迪隔空开火质疑时尚品味，更被点名直言讨厌，之后也是频频被找茬，火力强劲让吴昕惊讶不已，谢娜拍手叫绝，直呼搞事情，就连维嘉也不禁挺身维护，连问你为什么不喜欢鹿晗呢？而马思纯同样对鹿晗紧追不舍，连连抛出犀利话题，发起扎心暴击，令鹿晗多次中招，惊人尺度也引得现场尖叫此起彼伏。面对让让团的多重夹击，鹿晗会做出如何应对？不让团队友又能否助力鹿晗脱出窘境？更多精彩关注5月20日起每周六晚20:20湖南卫视快乐大本营20周年全新篇章。湖南卫视快乐大本营20周年全新企划即将于5月20日起每周六晚20:20播出。本周精彩环节欢乐开篇，快乐家族的5位成员将迎来鹿晗、马思纯、古力娜扎、张若昀、杨迪、陈数、曾舜晞的到访，众人兵分两路展开同台对决。其中领衔让让团的鹿晗刚一登场便遭遇对方阵营连番围攻，不让团团长杨迪更是全程不放过，屡次隔空放箭，令鹿晗扎心不断，无语凝噎。作为快本20周年的首期嘉宾，包括鹿晗、马思纯、张若昀等在内的7位前来打头阵的来客，可谓是带来笑料不断。而在一片欢声中，尤为突出的便是让让团团长杨迪与成员马思纯对不让团队员鹿晗的连番狂怼。据悉节目里鹿晗因自带的无辜无害气场成为了对方阵营一致集火的对象，先是被杨迪隔空开火质疑时尚品味，更被点名直言讨厌，之后也是频频被找茬，火力强劲让吴昕惊讶不已，谢娜拍手叫绝，直呼搞事情，就连维嘉也不禁挺身维护，连问你为什么不喜欢鹿晗呢？而马思纯同样对鹿晗紧追不舍，连连抛出犀利话题，发起扎心暴击，令鹿晗多次中招，惊人尺度也引得现场尖叫此起彼伏。面对让让团的多重夹击，鹿晗会做出如何应对？不让团队友又能否助力鹿晗脱出窘境？更多精彩关注5月20日起每周六晚20:20湖南卫视快乐大本营20周年全新篇章。湖南卫视快乐大本营20周年全新企划即将于5月20日起每周六晚20:20播出。本周精彩环节欢乐开篇，快乐家族的5位成员将迎来鹿晗、马思纯、古力娜扎、张若昀、杨迪、陈数、曾舜晞的到访，众人兵分两路展开同台对决。其中领衔让让团的鹿晗刚一登场便遭遇对方阵营连番围攻，不让团团长杨迪更是全程不放过，屡次隔空放箭，令鹿晗扎心不断，无语凝噎。作为快本20周年的首期嘉宾，
包括鹿晗、马思纯、张若昀等在内的七位前来打头阵的来客，可谓是带来笑料不断。而在一片欢声中，尤为突出的便是让让团团长杨迪与成员马思纯对不让团队员鹿晗的连番狂怼。据悉，节目里鹿晗因自带的无辜无害气场成为了对方阵营一致集火的对象，先是被